这是一个检测智商的智力玩具。怎样才能把这个圆环取出来呢？从下面取，铁链两头的斧子会挡住圆环无法通过，从上面更是过不去，中间这个长孔斧头是穿不过去的，上面这个孔要宽一点，斧头可以通过，但这样铁链会牢牢缠住圆环，也是取不下来的。如果是和圆环一起往上去呢，还是差一点。从它的结构来看，这个玩具好像是无解的，真是这样呢？其实刚才有一步已经接近正确答案了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我们知道这一步上面是走不通的，该怎么做呢？继续保持这个角度，把它们移到最下面，圆环拿下来，然后将它们一起移到顶部，这样圆环和斧子就一起下来了。这是一个有趣的拓扑谜题，你们看懂了吗？